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消防及救援学院参加爱心圣诞大行动2022，其中一个活动就是消防及救援学院参观活动。刚才UC都说过，爱心圣诞大行动是由南华早报和香港电台合办的一项资助计划，目的就是辅助本港弱势社群。消防处今年第一年参加这一项这么有意义的活动，并且成功筹到超过86万元的善款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为他们带来希望。我在这里特别希望感谢各个消防安全大使名誉会长会慷慨支持，我在这里请大家和我一起热烈的掌声，多谢他们一班。另外，我亦都希望感谢我们的义工队和消防及救护青年团，他们今天的成员连同我们的消防安全大使的代表都有来到帮手，一阵间他们会陪着大家进行这个参观活动。一阵间参观学院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训练场地，我们都安排了一些拯救啊或者急救啊的示范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一些了解我们消防处的工作，同埋都可以学到一些消防安全和急救的知识。咁当然啦，就嚟圣诞节，圣诞老人啊、圣诞鹿啊，呢啲一定唔会少噶啦。咁大家热切期待吓。最后喺度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，多谢大家。消防员，你哋中唔中意啊？中意。救到人咧，系真系好好嘅。你哋咧？都是第一次見咯，都是第一次見咯。係啦，咁你哋有冇多謝消防員救人啊？有。哦，俾個like佢哋啦。